刚来场，我跟你讲东西，你很多都有做到。嗯，就是分狗啊，然后分狗，然后瞭望塔什么的。所以我刚刚工兵要去瞭望塔都很痛苦。不过你刚刚那一场到后面你还是没有站，你最后一开有站的。哦，没有，我后面改用王虫。哦，所以你有看到我工兵那边的？有。那你要把我干，你可以用狗把我，还你已经没狗那时候。那时候没狗了，那你就用蟑螂去把我的工兵清掉啊，不然我都知道你的视野。我后来有另外升那个蟑螂又过去，但是手速控不来了。蟑螂？蟑螂？请问是蟑螂吗？然后刚刚那场我有像。你跟他的建议就是编队再去多用，要啊，一定要。我怎么觉得牛智长会光炮我？不会啊，我人这么好。皮卡丘。灰姑娘啊，男子加油！在工兵。哎 ，Alan F1， 感谢。需要更多金矿，这堆石头可以用吗？哎，不要打他，要打工兵。撑住，撑住，不要乱干。还是没有空。为什么我刚刚点不到那水晶塔、啊？我也不知道，可能是我工兵挡在那吧。是不是老了、啊？干！为什么点不到那水晶塔、啊？奇怪，我刚滑鼠明明就点上去了。干，一定是延迟。哦，最近网路越来越累格，怎么会这样？那个中华电信海底网路又挂了。我已经不是 Hinet 的那个形象大使了，我们的合作已经结束了，已经一年了，你知道吗？好、哦，僵尸来了，会怕吗？不会的，我的妈妈她会勇往向前。你妈的！干妹妹来了，我操你！空间力，对。
继续。卡人口，不只是卡人口，你的狗怎么会往回跑？我不是跟你说狗要在前面当眼吗？对啊，就是暗道，那边是暗道。你按 F2 哦？没有，我刚刚编队好像被人切到。对啊，这个就是那个狗必须要当眼的重要性。你完全没有意识到我出门，对？嗯，因为你的王虫送啊，中间那个中间被打的时候才看到。然后我刚刚有刻意在清那个视野啊，所以这时候你就要拉一只狗过去，因为你的王虫已经死了，所以你要拉一只狗过去看我出门了没？嗯，对吧、啊？你只要一看到，你刚刚至少好像还有一点机会，对？因为你刚刚这样反场慢了，慢了，对吧、啊？你刚刚不是在正确的时间放这样反场，你偷了一点。对，应该我四分四十秒才放吧，有点晚。